天后容祖儿早前参加了内地歌唱比赛节目《我是歌手四》，虽然无缘冠军宝座，但是她的表演咁精彩，梗系俾一班网民力撑啦。她呢一日就同同样参加比赛的好拍档李克勤一起参赛，重返舞台啊！其实呢一次是一个公益活动嚟噶，加埋过往三届的《我是歌手》参赛者，有13位歌手参与慈善筹款，跟住祖儿仲喺网上晒大合照。大嗌唔捨得啊！